撸沙撸水撸逍遥。撸沙的味道有千百种，不管走在哪一条街，都能感受一种诗经的气韵，或踩中一段悠久的历史。山红旗而上，看沙江汇流，从焦厂堡转到物业街，摆几局龙门阵，打一圈玉器色，充满幸福滋味。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我们在各自的酸甜苦辣里奋斗着生活的档案。庐山独有的烟火味道，让人与人同频，心与心更近。